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，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。喜欢就是想做好吧。来来往往在冬天，给窗的时间，我觉得比别人大得多。预备，这骄傲的开始。不是烟火的聚散，被时代召唤的命运，你想要怎样的答案？被青春挥霍的愤怒，用平庸来交换。这个剧真的天哪，就是感受。你学四年，学八年，你告诉我，你来一本。你看，其实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真的想玩好的。可能在珠海再快个两秒、一秒、两半秒也可以。做自己喜欢的，如果你真的喜欢，一定要做到最好。这世界很酷。